是什么让理想汽车的魔毯空气悬架具备了卓越的舒适性？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架结构，配合空气弹簧和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，极大提升驾乘的稳定性和舒适性。配合 XCU 中央域控制器，全面实现智能化的软硬件结合，空气弹簧将对车身高度进行自适应调节，当时速超过110公里每小时，悬架自动降低20毫米，将整车风阻降低至0.288，让驾驶更稳定，能耗更低。传感器会实时感知路面坑洼，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可通过毫秒级的阻尼调节，并配合空气弹簧，全方面提升乘坐舒适性，真正实现魔毯般的贴地飞行。便捷上下车的后备箱装载模式会自动降低车身，方便家人上下车与收取行李。这就是理想汽车的魔毯空气悬架，